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 Service 孙笑威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钟俊万，刚烈，然后比较狂，比较拽。我可能会拿着手机看一下自己现在是不是又老了10岁。评价一下自己的装修公司照。我觉得，可能我照的有点像魔方骰子。评价一下自己的 A 手持电光视频。可能那天晚上拍了之前吃的东西有点多，所以那天比较胖。如果能一直未来的话，你想做什么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下班？主动还是被动？主动。孙敬东，孙笑威先生当初觉得谁最帅？孙敬东。想和哪位超级明星合作？还是孙敬东。这次姐姐是哪个过得最满意？这个就好像不能说。经常被好朋友吐槽的是什么？疯子。